常好。然后呢，这一对呢就不用讲了，是一幕情侣啊，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他们的合作，总算合作到了啊。先来听一下这个专业的舞蹈老师怎么说，台哥。比古里西马西达，哎，真的有点惊讶。我是专业的评审老师，舞蹈方面我专业吗？不过其实刚刚诚如这个欧弟所讲的哈，这个的确他们的这个舞蹈呢是成熟了很多。还有刚刚从凯蒂的整个动作上面来讲呢，我觉得已经展现出男性的魅力了。对啊，另外来讲呢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，凯蒂的表现呢，其实平常我们看到他好像觉得有点羞赧。好像不太不好意思，但刚刚在跳舞的这个感觉是完全没有尴尬的表情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的专业的。如果有尴尬的表情，这个表演就比较不成立了。是啊，那么另外呢，这个 Super Girls 他们的这个表现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觉得台哥你是看得懂舞蹈的耶。我觉得 Super Girls 今天表演，其实就舞蹈来讲，你们是一直在进步当中。那其实你们前几集也挑战了各种不同元素的舞蹈，但是今天啊，因为你们跟打击乐配合，其实真的你们身体的爆发力 power 要更强才行。那当然可能因为达人老师的就是鼓声上面，我觉得出来的那个撞击的力度跟你们身体的感觉没有一直在一起，所以就会有时候显得你们身体是强，但是鼓声没有出来，会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声音跟肢体的协和度没有那么够，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。对，那凯蒂这边呢，凯蒂跟博菲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偷偷在一起啊？不要这样那么直接问出来了。可是我很喜欢，就是凯蒂跟博菲今天这一段的表演，因为我觉得凯蒂完全就是一个，你在跳舞的时候，其实你平常是一个很害羞乖乖的小男生，可是你在跳舞的时候，你是一个 bad boy。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火花，因为在跳舞的时候，男生跟女生，尤其是在这个音乐里面，他必须要有点坏坏的感觉。然后你们这样的年纪，你们完全把舞蹈需要的挑逗、挑衅都跳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表演。好的，谢谢刘老师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分数。Super Girls 的分数是24、50、10、12、16、20分。好的 ，Super Girls 拿到了20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凯蒂跟菲菲的分数。凯蒂的分数是23、50、10、14、17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5。25分，掌声鼓励。来，真的非常可惜啊！但是呢，这个 Super Girl 表现得很好，很认真，越来越长大了哦。但是呢，可能这个配合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。对，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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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们来抽下一位。好的，这个，这个我不担心他。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这个我也蛮喜欢他的。对，观众朋友也喜欢。杨升达，欢迎杨升达。杨升达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魔王大道里面呢，是最符合这个场景的。他就像那个罗马战士，哦，永远都有怪招，然后永远都很壮，然后呢，永远都就算输了也没有输了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每次讲一些很好笑的话，他也是就一个冷酷的表情这样子，对，很狠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什么都不怕。那要不要抽签 ？OK。如果你是刚，他就是柔；如果你打的是洪门的拳，他打的一定是水秀。所以是谁？黄豪平。欢迎豪平。这一次面对的是这个怪咖，我们魔王大道里面的斗士，什么感觉？我觉得他是怪咖，我也是怪咖。那既然怪咖过碰怪咖的话，那这次就好好的看我们能够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。是，谁会到失败区？我不是，也不要讲这么早，也不要讲这么早，他真的太柔了啦。今天就算不管是谁到失败区，我们都要好好打这场仗。是是是，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的 PK。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参赛以来，总是以张学友模仿及和申达式的幽默，让人永远摸不着头绪的杨申达。身为魔王的肌肉猛男一号的他，今天可是要与达人一同集合，好好来给他发挥一下他那深似海的猛男爆发力。而拥有特技表演资历长达10年的赵伟成老师，他
的绝技转翻砖特技，你看过吗？是的，这个重达18公斤的立体方砖便是此次申达挑战的终极目标。看老师转动起来轻轻松松绕上绕下的，杨申达有可能做得到吗？喂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一定要完完全全要靠自己啊！走走走！没想到素有魔王肌肉王封号的杨申达被这个重达18公斤的方块怪物打败，根本找不到实力点举起来，更不用说利用它来耍特技了。小心一点啊，才艺没练成，人别被敲笨啊！我的手就已经都起水泡，而且有点抓不太住那个框框。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让你们有惊喜的表现。你到时候超重的哦！什么？正式演出的时候，立体的方砖还要加上 LED 的灯，会重达25公斤。杨申达，您保重啊！咱们回棚内看看您的表现。七彩霓虹灯。转吧，感谢各位来到我 Jacky 演唱会，不知不觉到了尾声。其实我准备一个小小的特殊才艺，很适合接下来表演这首歌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对，不是这样子哦，这首歌就是。转吧七彩霓虹灯，看那七彩霓虹灯，发明者是爱迪生，带来这首转吧七彩霓虹灯。你高你要高，三高四高，五高六高七高八高，天花板总是要许多许多数不完的霓虹灯。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灰色，红色、紫色、白色、蓝色，头顶上总是有许多许多数不完的霓虹灯。转吧七彩霓虹灯，让我看透这一个人生，将那没有答案的疑问统统丢进雨后的水塘。转吧转吧，勇猛的人们，让烦恼和烦闷看着那转到的歌声，证明这很彩色的人生。嘿，年轻人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嘿，钢圈先放着。刚才彩排用呼啦圈，正式来你给我大钢圈。我那小小一个，我演唱会你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不给我面子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喂，你耍花样是不是啊你？动手动脚你，哎哎，干什么？哎啊！效果还不错，别说我歌神不给新人一个机会，你闪边看着，我让你看什么叫做转吧七彩霓虹灯。转吧转吧七彩霓虹灯，陪着那等人的人们，哇，有够重了。转吧转吧你在霓虹灯，问题的疑问，共识和敌人们，证明这才是彩色的人生。哎，年轻人，年轻人过来。谢谢各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黄豪平的表现。叶小帅，叶小帅，这真的是
口齿相当清晰，更是曾与购物专家一同合作的黄豪平。哎，此次合作对象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竟然是他。你也会跟我一样抖啊？这几天虽然天气不好，天公不作美，但是金门的马拉松比赛还是如期举行了。香蜜豪平，你真是中了乐透了吧？有了咱们甜心主播的加持，豪平你的表现。